另外，伫布袋地区，伫即处潭尾洪台当中，地势较低地区，拢有淹水十外公分。尤其伫二德甲布袋交界的二宝桥附近，大排水位拢上升，怪手也无用，赶紧来吊挂沙包。在二德甲布袋之间的二宝桥，大排排水因为满潮水位高，河宽宽度不足，县政府半暝啊开始紧急调派怪手堆放一百个太空包，以防灾情扩大。哇啦，咱都看完了。不过八年八百亿哈，做一个整体规划治理之后哈，事实上是改进很多哈。以前稍微下雨就是淹水，哦啊，就淹足高呢，啊，就啊，规礼拜才来退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拢是有系统的哈。像今仔日这个义布桥，就属于溪溪排水。啊，溪溪排水的下游是龙宫溪，龙宫溪在我们的八年八百亿哈的计划应急工程里面，已经花了好几亿，已经治理完毕了哈。所以那个地方不会淹水。哦，那现在刚好接到这个溪溪排水起来哈。这个地方我们也报到水利署去了，就是说希望水利署赶快继续编计划，把这个堤防两岸堤防加哈一米一啦哈，加米一克里哈，安尼拄着大楼咱就安全啦，安全哈。啊，咱只甲分成两期，第一期咱已经报2.1公里哈，大概要8000万哈，啊，第二期是4.1公里哈，要1.5亿哈。我们也希望说哈，这个水利署赶快哈能够把它核定下来。因为治水哈，啊，真的不可以哈，做一段哈，停一段哈，这样的功效不好了。连接基德乡甲布袋镇的二宝桥，跨越溪堤大排，因为堤防宽度不足，水利署紧急堆放太空包，防止大水溢出大排。张华官讲，已经报请水利署争取治水预算，分两期工程，再加悬溪堤大排两边的堤防1.1公尺，一期工程整治堤防长度2.1公里，所需要经费8000万，二期4.1公里1.5亿。《新闻》中台新报道，蔡宏报道。